争议多时的文林苑都更案暂时告了一个段落，王家人现在决定要暂停抗争，而建商也确定要在3天后动工。虽然都更引发了争议，不过前副总统萧万长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台湾应该要借鉴日本的经验，靠着都更带动台湾的经济成长。引起多次抗议冲突的文林苑都更案争议暂时画下句点，王家人决定休兵，建商也将在3天后正式动工。只是一起都更案引发轩然大波，也使都市更新蒙上污名阴影。但前副总统萧万长有不同看法，他认为台湾的都市更新应该借鉴日本，不止刷新市容，也带动经济成长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台日都在地震带上，因此都市更新有助于避免地震发生时的重大灾害。目前全国在进行的都更啊，大概有1000件，所以它的产值大概有1兆，所以萧前副总统所提到的没错，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。1000多件都更案正在进行，但全台都更还有硬仗要打，因为立法院审查都更条例的修正案，如果无法在4月底前通过，进行中的都更可能面临全面停摆，减少未来的争议啊。所以一开始的这个同意的比例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提高？那到底要提到多高比较有保障？有了文林苑的前车之鉴，朝野审查更加谨慎小心，避免未来再引爆更大争议。